最近疫情，过年要不别回来了。那我就留北京过年了。Hello， 我是你们的 DJ Tina， 大年初一给新老朋友们拜年了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如虎添翼，虎虎生威。因为疫情嘛，今年我就决定留在北京过年了，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哦。对于过年，我真的是又爱又怕，想回家陪陪爸妈，但一回家吧，我就得面对我爸妈对我穿着打扮、生活作息的严格管控，亲戚们关于我情感工作，甚至是狗子身心健康的无休止拷问以及催婚。所以没能回家过年，对我来说竟然有一丝轻松和解脱。既然不用面对家长们的审视了，那些我觉得充满年味，妈妈看了直摇头，长辈们看了觉得我会嫁不出去的衣服，我想穿就穿，怎么高兴怎么来。妈，你看到这条视频不会不要我了吧？你们最喜欢的酷狗 Mansa 带着他不按常理出牌的衣服又来了。他喜欢在北方过冬天，因为即使户外零下5度，在屋里你永远可以过夏天。这条网纱镂空拼接的连衣裙集齐了妈妈无法容忍的两个元素，黑和露。她喜欢旗袍盘扣的设计，带点中式美学的味道，黑色的镂空网纱有一丝不过分的小性感，拼接的皮革裙身中和了整体的女人味，刺绣丝袜搭配红色长靴，增加点过年的喜庆。戴对木沙耳环，头发一盘，再插两根筷子，辛辣的姜味掺杂温柔的花香，她感觉自己就是劫富济贫、行侠仗义的女侠。作为一个局王，过年期间 Bella 肯定少不了和朋友们打麻将打牌的环节，打麻将一坐几个小时，最重要的当然是舒服，上身选择了麻将发牌同款配色的绿卫衣，内搭一件白 T 增加层次感，下身黑色直筒裤加短靴，露出一点绿袜子的边，咱就是说发色穿上身自带好运气，不喊一声确实很难收场。绿檀木的香气是郁郁葱葱的生机，新年大家一起发发发。即使没有回家，家人还是给 Doris 远程安排了相亲。她并不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乖巧的样子。约会这天，她决定把女王行为发挥到极致。黑色高领打底衫配黑西裤，外搭一件硬挺的皮质 Power Suit， 脖子上再挂一条粗链条金属项链，踩上高跟鞋，霸总味道穿上身。他想这个相亲局一定能搞砸吧，脱下外套起身去洗手间的瞬间，他感受了背后男生诧异的目光。哦对，忘了说， Doris 喜欢一切背后缺少布料的衣服。法式控 Celine 即使在过年也执意要穿的素净优雅，奶油色的羊毛裤型外套搭配同样是白色的直筒裤，系上黑色腰带，买一双高跟的玛丽珍鞋，戴上法式标配金属耳环还有珍珠项链，再配上一顶黑色的贝雷帽，裹上轻轻的像阳光晒过的白衬衫的香气，她心满意足的和姐妹出门喝咖啡了，抓一只勃肯迪红的手拿包，多少还是给过年一点仪式感吧。久违的金分穿搭系列回归，你们最喜欢哪套 look 呢？在被疫情阴影笼罩的两年里，我们已经慢慢学会了和疫情相处，苦中作乐。节日限定的珍贵感让我们突然重视起平日习以为常的身边人，捡起仪式感给平淡的生活重新打磨抛光。虽然没能和家人团聚，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让我也并不孤单，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到来，何不把每一场相逢都当作最后一次相见去珍惜，每一件想穿不敢穿的衣服都上身让自己开心，去爱去尝试，及时行乐。Maybe time isn't cold, dreaming was rose, you know.